起鹿晗，相信大家都非常熟悉了，但是现在的鹿晗口碑可以说是非常翻车了，一部《上海堡垒》也甚他遭受了非常多的争议，虽然演技没有得到大众的认可，但是鹿晗还是接演了《在劫难逃》《穿越火线》等多部影视作品，可以说有一种向专业演员发展的趋势。近日鹿晗主演的网剧《穿越火线》宣布杀青，网上也是爆出了鹿晗拍电影时的几卷剧本，照片中的剧本非常旧，感觉是被翻阅过无数遍，也让粉丝们直呼惊艳。之后有网友爆料出鹿晗剪头发和染头发的消息，并表示新戏一杀青就染发，可以说是非常注重发型了。从网传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，头发已经漂色的鹿晗还是依旧十分帅气，就是不知道他接下来会以什么样的发色来面对观众呢。同时也有网友认为鹿晗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磨练自己的演技上，毕竟这才是长久之计，不知道你们。